你好，你好，哇！大家好，我是钟楼宇。本来我是要跟张一山一起上台的，结果就你耍大牌，耍大牌，耍大牌，你真是还不来？是。我说怎么我本来第三轮的时候我就得上来了，那怎么不让我上来？我说啊，张一山。对。其实是因为他太忙了，我觉得这个剧组把我都教坏了，尤其是张一山。你喜欢这种变化吗？上来就连连声称搭档张一山耍大牌，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原来当天因为天气原因，张一山飞机晚点，迟迟没有出现在发布会现场。主持人轮番与原著作者、导演以及周冬雨聊完一轮后，张一山仍然没有出现，这就尴尬了，主持人都快词穷了。不过气氛终究没有冷场，因为周冬雨的调侃及时化解了尴尬。对，一山现在还没有来，这样啊，说大家还关心些什么呢？对啊。还有两三分钟，这样啊，再聊个三四分钟。终于在坚持了一轮又一轮的两三分钟后，张一山终于出现了，真是风里雨里，我张一山都要出来见你呀！啊，大家好，我是张一山，特别感谢你们还一直在等着我。一山老师都给我化妆的了，就只抹了一个粉。这着急，这着急。